温城哥帮我完成圈的，谢军旭哥送来的灯牌，欢迎大家。你是哪里人？你是东北的，吉林白城。有的时候你们一问我是哪里人，我都觉得不太好回答，因为我的城市太小了，大家可能都没听过。我们进来先点一点红心好吗？听过啊，听过那就太好了。我迟到了，几点了？我一般的话我可能会迟到，但我不会缺席。找我六次了。我们这儿今天那个阴天，然后我本来白天我不是在那个客厅播嘛，然后就换了一下位置，今天就有点晚。感谢我温泉哥送来的啤酒，谢谢我温泉哥哥。我们大家进来帮忙点点红心好吗？咱们所有空的一起点一点，谢谢小鱼儿。感谢长青哥，谢谢小鱼儿送来的礼物。站直啊！我站直了，我就看不见公屏上的字儿了。我把这个字儿给它点大点儿吧，对，大一点儿，要不然我离手机太远了，站直了都看不着你们说啥。我们这下雨了。大东北那么冬天下雨，这可能是最后一场雨了，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场雨了。我们大家进来帮忙点点红心，谢谢。站直人气高，有吗？站直了我就离你们太远，看不到大家说话。谢谢送来的玫瑰花，感谢我爸灯牌。我今天穿这裤子颜色跟我们家冰箱有点有点撞色，是不是跟冰箱一个色儿？其实我们家装修都是这种，就是灰黑的装修风格，就那个地板也是这个灰色的，地板也是灰色，然后我们家这个墙其实它也是灰的，只不过它是一种浅灰的颜色。基本相似，谢立方体，感谢老板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老板，兴奋灰，这个灰能让你兴奋呢？这个灰咋能让你兴奋呢？感谢立方体，谢谢哥哥送来的玫瑰花。这身材就一般吧，这身材就一般般。只要人长得好看啊。感谢送来的礼物。
谢谢周，感谢我小周哥哥啊。可以加我吗？可以都是可以，但是你给我刷700块钱呢，哥。可以都是可以啊，就是他给我刷700块钱。不能叫一般般，很 nice。啊，我发现你们男的是不是都喜欢这种，就屁股大、屁股大、胸大的呀，腰细、屁股大的，感觉你们男的都喜欢这种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就扁平的。你们男的可能比较喜欢就前凸后翘的。是男的都喜欢是吧？你们比较喜欢这种前凸后翘的，我就比较喜欢就那种扁平的，你知道吧？纸片人的感觉。你是男的，你也喜欢，能吗？我要是男的，我能那样吗？我喜欢，我很喜欢那种扁平的，就是前面也不凸，后面也不翘，啥也没有那种。但我感觉那种可能睡觉的话有点硌挺那种的。感谢大家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。我这个也可以啊，对，不用吧，那不是和我一样吗？对，就是，所以男人不喜欢吗？可能觉得那种没感觉，感觉像搂个兄弟。等会儿我泡点茶喝吧。是假如泡个茶拉弓射箭的。在厨房直播觉得没有在那个客厅方便。我也爱喝茶，对，我比较喜欢喝茶，你呢？你也是。感谢人生如梦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立方体，谢谢我的好哥哥们，感谢我家哥。天天喝，我也基本上吧。我比较喜欢喝水，其实我就是比较爱喝水，所以就是不喝茶的话，喝那个喝200开我也觉得挺好喝的。谢谢相拥，感谢唯一的，感谢送来的盛典票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阳光大道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啊，谢谢。我们大家进来，咱们有小礼物的，我们就一起刷一刷礼物，没有礼物咱点点红心好吗？哎，欧巴不是说你
你手速快吗？好像属实挺快，红心快2000了，大家再一起点一点好吗？嗯，掐指一算，起码有10条不同颜色的这种裤子，是不是瑜伽裤啊？差不多吧。欢迎我悟空哥哥。差不多少吧，反正我瑜伽裤子加一起得有个20多条，然后颜色的话，有的颜色都一样，等待会儿我数数。早上好，悟空哥。穿的瑜伽裤子，这裤子叫瑜伽裤。但我觉得今天穿的这条裤子不好看，它这个线的啥的太多了。今天穿这个瑜伽裤，它线太多了，就是这种线什么的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我那个露露的，还是比较喜欢那个露露的。好看啊。你是没见过我那露露，穿露露的可好看了，那露露没有尴尬线，就是反而那个裤子设计特别好，我就老喜欢穿，还得劲儿，老得劲儿的那裤子啊，就跟没穿裤子一样，就老好了。但我还不能天天穿一条裤子，是不是？天穿一条裤也不行。对，我就觉得它线有点多。就是线有点多，包括它这个腿部的杂线都是它两条线的。我这个裤子一样的，我有两条，还有一条白色的。就是瑜伽裤子灰色，我觉得这个做的太高级了，因为它一个灰色分好多种，就是你买灰色瑜伽裤子，不是你买灰色的就都是一个灰都分老多种了，我就灰色瑜伽裤子都有好几条，就光灰色都有好多条。怎么那么美？你眼眼光真好。换成白色看看，有机会吧。等哪天我穿白色，然后你要是能刷到我，你就进来看一看个。家人气挺高的，这不换地儿了吗？这不换厨房来得了吗？我换给你们看看，我保证我一天换一个行吧，我保证我一天换一条啊，你看你能不能保证天天来看我吧，我保证我一天换一条，你就看你能不能保证天天来看我就得了。厨房招财呀。可能是大家有新鲜感吧，大家对厨房可能有新鲜感吧，就比较喜欢厨房，所以厨房能吃饱。欢迎我琛哥。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送灯牌。是小哥送来的礼物，感谢我悟空哥。他不给我上网账号啥意思啊？
不在网上吗？啊，你不在我榜上啊？啊，怪不得你说话前面没有绑紧绑紧呢。你干啥了？怎么有点卡？是我卡吗，兄弟们？是我卡吗？大家看我都卡吗？如果不是大家看我都卡的话，就个别人看我卡，可能是你们网络有点小问题。来，我直播间的人，你们看我卡不卡？咱们打一波啊！卡就是卡，不卡就是不卡。不说话呢都，真使劲儿的。你们一起找找问题，如果是我的问题我改正，你们的问题的话那我就改正不了了。我只能保证我不下播，然后你王豪你再来看看。早上好，刚刚好。谢谢我欧巴，感谢欧巴送来的礼物。不卡呀？我要是不卡的话，那就是我悟空哥哥网不好了。你要是连 WiFi， 你就把你家的 WiFi 关了，你用流量，因为我用的也是流量。我在厨房直播，我用的也是流量。我都流鼻涕了，等我一下，我擦个鼻涕。最近有点感冒呢，屋里面实在是太热了，外面又冷。哎，茶跟水都蒸洒了，都洒桌子上了。送来的礼物，咱们大家有小礼物的一起刷一刷，没有的话我们点点红心好吗？六个啤酒转圈圈，六个啤酒可是让你给记住了。那孩子记没记住我不知道，这六个啤酒算是让你给记着了。现送来的礼物，这眼神儿真好啊！谢谢哥哥送来的春联票。家人们，主播现在每天有任务，我们大家有票的话，咱们就一起刷一刷小礼物好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点点红心。就是扣字聊聊天也行，但是正常聊天啊，不可以乱讲。谢我哲哥，感谢观世界。
谢谢我小哲哥哥送来的啤酒。好不好，我们是有任务的直播啊，人家是有直播任务的。我们有票的话大家就一起刷一刷小礼物，没有的话我们就点点红心，就是打打字聊聊天好不好。谢谢欧巴，感谢我小哲哥。欧巴你不能上榜，但是刷礼物可以收到吧。被白刷了。谢谢我威哥送来的盛典票，欢迎加入粉丝团，欢迎大家。欢迎我们家思琪。这不上榜，那也挺好的。感谢欧巴。盛典票可以开红包吗？啊，那我们大家有票的话，咱们就一起刷盛典票吧，好吗？一个盛典票一毛钱也不多。哎，是不是我网不好呀？我没有信号呢，我信号就两格呢，好像真是我网不好，哥哥们，我该给路由器拿证了。一点不卡，但是我看我那信号就两格呢，不卡就行。差20块钱就可以开红包了。我们家300多个人，大家有票一起。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悟空哥来了。真是的，这不是有求必应吗？谢谢我悟空哥。我悟空哥肯定想，大家一起上太慢了，还是我自己上吧，快一点，这一下就完成了。看一下，哥刷6个啤酒能行吗？咱刷6个啤酒，看一下背面能行吗？我感觉你要是真心想看的话，能舍得这6块钱给妹妹刷啤酒吧，对不对？咱要是真心想看，肯定能舍得这6块钱给梦梦刷啤酒。你刷吧，哥，我等你。还可以开，一会儿就可以开现金红包了。那咱们就续上呗，兄弟们。那咱们就把这个红包给续上呗。我们众筹一波好吗？大家手里有票的，咱们就一起刷一刷那个盛典票，差59块，就是刷590个盛典票。感谢我们家思琪，还剩490了。还剩490个盛典票了。谢谢欧巴，感谢我威哥送来的啤酒，谢谢威哥。送了不是6个吗？不带糊弄主播的，不带骗人的。一瓶啤酒不能当6个使、啊。
不带骗人的，咱们大家都搁这看着呢。感谢我爸，谢谢我悟空哥哥。哎呀，真想着我悟空哥，是悟空哥。谢谢我欧巴，感谢思琪。头子今天有点乱套呢。我觉得吧，就是我每天都可在意我的发型了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发型很重要。但是我感觉你们看我可能根本没看我头发，就可能到我下播了都不看一眼我头发。至于你们看的是哪儿，就是个人心里头有数。但是我觉得你绝对不会看我头发。是不是这个破头发天天也是我自己看吧，根本没有人关注头发。谢谢我奔腾哥哥送来的盛典票。谢谢大叔。真越看越招人稀罕，那咱们就是点关注，然后天天来看好不好？就点关注然后天天看。哎，我要是老爷们的话，我他妈喜欢这女的，我就关注她，我就关注她自己，然后我就天天看她。啊，我要是男人的话，我喜欢这女的，我就给她点一个关注，就关注她，我天天看她，一天不看都不行。爆炸式加马尾辫儿，那是这头发今天该洗了，其实。哎，我跟这次还差98。这不散脸了吗？这不越要越多吗？谢谢朦胧。喜欢也得不到。哎，我发现你们想要的还挺多呢。就是喜欢你就欣赏，喜欢它就好了。那喜欢的东西都得得到吗？啊，那喜欢的东西都得得到吗？人家那些明星啊啥的，有那么多粉丝呢。那咋的？因为得不到，然后粉丝不喜欢他了吗？比如说你喜欢范冰冰，但是你得不到，你可能会去看一些他拍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一些他拍的剧啊啥的。咋的？喜欢范冰冰，你就得给他娶家去啊？给娶家去搁床上。实力吗？不是，你是立方体。
片的刷啥礼物，哎我的妈呀。哥我建议你就啥也不要，咱们先去上个学。那礼物能打成李子的李，没有的无。咱说你换个手机也行啊，你不上学的话你去换个手机去也行啊，你那键盘咋回事啊，打礼物不出礼物，出礼物，你键盘也不智能啊，你让这手机给你害了，真的哥别玩手机了。这送来的小花花，嗯，感谢我的哥哥们送来的礼物，是我伟哥，既然人气好高，哎呀，就是我这段时间落魄了，所以好一点的话，然后大家就觉得今天人气挺高的。就是我这段时间太拉了，今天我可能是不是站起来了，终于站起来了。哎，你们那个就是玩支付宝嘛，真的是有个好友天天把我的小鸡儿给领走，第一把我小鸡给领走了，然后就提示天提示我，就是每天我直播的时候都提示我，他把我的小鸡给领走了。我估计我那好友是寻思我他妈领不走你这个人，我给你鸡领走了。谢谢我坤哥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我知名哥哥的啤酒，谢谢坤哥的礼物。邻居早上好，妈呀，七克呀，好久不见呢，欢迎我山哥。我把你的全名念出来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谢谢三年，我就喜欢叫你坤哥，我就可喜欢叫你坤哥呢。念一下，我不的，我不要。谢谢我邻居送来的这个叫什么，感谢邻居送给我的礼物。哎，这叫啥来着，鼓励全开，想起来了，感谢我悟空哥哥，咱们刷一刷盛典票好不好，鼓励全开也行，马上就可以开那个现金红包了，我们有票的就是大家一起凑一凑那个盛典票，还有一块钱的吧，叫啥我都不知道，这么主播党的太业余了，礼物叫啥我都不知道。感谢我坤哥，谢谢我悟空哥哥。啊，集结号，对，盛典票集结号，鼓励全开都可以，都能开红包，哥哥们，我们就是有多大能力，咱们就送哪个行不行？谢谢坤哥，感谢我坤哥送来的鼓励全开。谢谢小哥送来的集结号，欢迎小心有电，全新的开始。你念一下全名嘛，人家不要嘛，
真的是都说了不要不要的。念就行，你换一个名儿，你换一个名儿，你这名儿让我难以启齿，这个名儿。女人说不要就是要嘛，我不是一般的女人。还有20就可以开红包了，就是一个鼓励全开的事儿呗，是不是？感谢小心有电，谢谢我坤哥。我哪里不一般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看不到，其实我看不到差多少，因为我把我右下角的那个活动给它点没了。然后你们大家帮我看着点，咱们有票的就一起刷一刷好吗？谢谢我悟空哥。感谢我邻居是小心有电，感谢君仔。哎，周一出红包，我得把点一下，要不然我屏幕就被挡住了，啥也没有了。谢谢大家。我们什么时候开的是现金红包啊？这局是吗？不打一把，不打了吧，打 PK 掉人儿。没有人连我也。我想着要是有人连我就打一局，也没有人连我。这局就是现金红包啊。现在就是现金。我开播，咱俩打呀？那不行，就是我的主力都走了。我开播，咱俩打呀？那不行，就是我的主力都走了。你。我开播，咱俩打呀？那不行，就是我的主力都走了，你乱播，这给我吓的呀。谢谢安德玛，好了吗？好没好啊？还卡吗？谢谢安德玛，你坐一会儿吧。我容易给这些人都做没了。嗯，咱说，我容易给人做没了。我们家装修是你喜欢风格，就是妈的，坐着都得谨慎点啊。这人说做没了就做没了，这人没了也快。这人要说没的话也快，我说做就做没他。我给你跳个开场舞呗，哥，要不你多花点儿啊，多花点钱，我给你请个秧歌队啥的，舞蹈队儿。我不行，我把白城歌舞团都搬我家了。
就是各种美女必须今天给你服务到位，看行吗？你给梦梦多刷点儿，先送两个礼物。没抢到红包，我看还有呢。哦，我可能得点一下吧。谁抢着了？还有啤酒呢，这红包。刚送来的啤酒，现在送来的棒棒糖，现在沉默。欢迎承诺加入粉丝团，感谢送来的灯牌。大家有人说话，我可能不太看得见，因为那个啥，因为我离手机远，你们也能看到我一点手机我都得上前面去，我离手机有点太远了。要是有人说话我没看到的话，别介意哈，再说一遍，多说两遍。灯雨停了，我给你刷车，别提了，我昨天刚擦了车。感谢我悟空哥哥。咱对，咱不打 PK， 就这么那个开个红包啥也挺好，还能涨涨粉儿。这送来的涂鸦，哥，我跟你讲，啤酒涂鸦好看，玫瑰花照它差点意思。你下回你个啤酒涂，你涂大点，你大点整。下回咱个啤酒涂，涂大点行不行？谢古泉送来的盛典票。一起送盛典票，兄弟们，我们有票的大家就一起刷一刷盛典票好吗？没有票的话我们就点点红心，就给梦梦点点红心，然后就聊聊天也行。我希望就是跟我聊个正经的天，聊天也行，不正经就别聊了啊，免谈。刷啤酒能抢不能？不能。人家我是教给我涂鸦的小哥哥呢，他跟那个玫瑰花涂鸦，然后我说下次再涂的话用啤酒涂，啤酒涂的好看。皇冠也行，我不听。转身看看不过分吧，这个要求属实不过分。但是呢我自己转身，哎，那我心甘情愿，就有人要求我，那我就不愿意转了。如果他能给我刷一个喜欢你呢，那也是可以的。谢谢我悟空哥188。要求就是你先满足我，然后呢我再满足你。要么就是我愿意干啥就干啥，我想转身的时候自然会转，你就看着得了，你就搁这看着得了，我想转的时候我自己就转了，你就不要老提要求。你要是觉得哎我挺有能力，我能提这个要求，他要啥我都能给他刷，那你就提哥。你觉得说咱家哎，我有这实力，你要啥我都给你刷，那你就提哥，你随便提，你随便提，我随便要。
送哥哥的520，跟你们唠嗑真是太费嗓子了，水都喝一壶了。还是我去买歌，是大家送来的礼物。哇，谁这么大方，画这么大一个圈儿都圈住了都。全送来的涂鸦。哎，咋没有红包呢？没开呀、啊。是送来的玫瑰花。39.9，大家能不能一起凑一凑？咱就说能不能一起凑一凑，别老让悟空哥一个人来。行吗？一起凑一凑行吗？谢谢我悟空哥哥啊。跟小家哥送来的涂鸦，谢家哥。是大家送来的小礼物，跟家粉丝团。笑啥呢，志明哥？哈哈的。谢谢我悟空哥的小心心。咱说真的是，我悟空哥不仅人长得帅，画画都那么好看。啊，不仅人好看，画画都那么好看，真的是没理了。感谢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夸奖。小家哥送来的喜欢你，感谢小家哥。还陌生，你看我就说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吧。小家哥就觉得刷一个喜欢你就能让我为他转身啊。你爸爸看你直播吗？你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吗？你平常也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吗？我爸爸看不看我直播，我先不告诉你。那你先告诉我，你平常也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吗？梦梦越来越好看了，你说是脸吗？说是颜值吗？还是身材呀？
我最近是有点胖了，最近是有点胖了。胖的有点自卑，有些好听。胖的有点自卑，感谢我悟空哥哥送来的鼓励全开。没有看过背面，你没看过的地方多了，哥。你没看过的地方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感谢大哥送来的啤酒，谢谢我们家所有好哥哥们送来的礼物，感谢对梦梦的支持。这话没毛病，我觉得吧，就是咱们进来看直播，如果说你有能力消费呢，那你就支持支持我，我谢谢你，咱要是说，就能扣个字儿的话，就尽量别提要求了，好好聊个天就可以了。你别这儿没看过，你想看看那儿没看过，你也想看看，你没看过地方太多了。我想给你看的，我能让你看的，你消停看了得了。我没让你看的地方，你就憋着。我不让你看，你就憋着。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对梦梦的支持，谢谢我辉煌哥。天天净事儿，谁知道了？多学学我致命哥多好，这一点都没有挑出。感谢杜哥。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我欧巴。哎，欧巴昨天刷礼物，我还能看到你在榜上呢，今天怎么就看不到了呢？时好时坏的嘛，你下次你就看我直播，你就看我直播，咱不给别人评论，就看我，除了我，别人都不看，我保证你绝对不能违规。感谢小哥哥送来的礼物。谢谢小宇航员。这号没人认识啊，这样啊。所以我说嘛，你就搁这号看我，就看我。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。一会儿下播去旭东洗澡了，我一会儿可下不了播。你今天有任务，2000块钱呢。咱说我这一时半会儿下不了，我要下播的话，我估计都得黑了天。黑天。
久没来了。欢迎我哥。没事哥，不管你多久不来，我都在这等你。为了我取关了13个。那仨我看他们也挺多余的。刷几个火箭给他，让他早点下班。大家有票的话就帮我凑一凑小礼物就行，谢谢。每天任务都要完成吗？是的。不是，妈呀，咋的了？突然关灯了吗？一下闭灯了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。闭灯就闭灯吧。谢谢悟空哥，是大家送来的礼物。怎么瘦了？瘦了吗？胖了呢还？这两天都胖了。哥你好好看看。你好好看看我。我就发现这个苹果充电头它是真垃圾。就是原来的那种苹果充电头，就这个小方，它是真垃圾，用就老热了，补光灯都整坏了，烧了吧，不灯都整烧了吧，真是的，感谢悟空哥。消费多少可以加个微呀？700块，大哥，不多不少，正正好好700块。还差53，你别闹，人大哥以为还差53加微信呢。还差53开红包，哥哥们，话说明白了。赊账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我可不能干那赔本的买卖，不带赊的。去办点事儿，等会儿来看你去吧。感谢我知命哥。怎么算700块呢？700块钱是我直播间永恒守护，就是在我直播间升个永恒守护才能加我，不为别的，就冲永恒这两个字儿，我觉得你都得加一下。感谢悟空哥，悟空哥临走之前应该还能再帮我开一波红包。
我经常赊账，我可没干过赊账的事儿，我没干过。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还差多少开红包？开了，开了，你先去忙吧，等忙完再回来。可能是我跟我悟空哥认识时间长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对他提任何要求都老自然了。你先去忙吧，等忙完再回来。谢谢大家送来的小礼物，先加上，等卖完苞米再给我行吗？我可以说不行吗？嗯，人送了盛典票，欢迎加入粉丝团。700能分期吗？能。你就说你想分多少期吧，我给你算算，一个月之内啊、哦、要不然的话你分好个月刷不管用了，只能一个月之内。首付榜单关不掉，关不了，那个关不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的人直播间看不到，不知道在哪关，就是我能找到的地方都关不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主播直播间看不到。明天给我1314，给我一辈子。700最多一星期，反正就一个月之内，因为下个月的话就不算了。我也来加一个主播微信，我算算啊，现在是3个人想加我，3×7=21，那就是2100。你们3个加完了，我今天正好完成任务，来吧，来吧，一人700块。你们3个加完了，我今天正好完成任务，来吧，来吧。心累，真累挺，谁能替我唠一会儿？跟你们唠嗑真累挺，本来算好了
最好就是今天现在立刻马上就一个人加，我就正一起加，到时候聊不过来。听没听着？最好今天立刻马上就一个人加我，别整到一起加我，到时候聊不过来。一下对付三个男的，我可整不过来。能有85斤呢，哥你真是小看我了，我再使使劲我都能干到185斤。加我微信4年了没有聊过，哪个哥呀你是啊？加我微信4年了，也就是我刚开始玩快手的时候你就加我了呗。我微信上还有这样的人呢，那时候你肯定没刷700块钱。对，我健身高1.72，船长咋猜那么准呢？你眼是尺啊？刚我邻居说啥？我没等看呢，话没了。把瑜伽球拿过来坐一会儿，不行，那瑜伽球太矮了，我要坐瑜伽球上就直接没了。瑜伽球太矮，蛮小的那个球。哎，今天老多放鞭炮的了，可能是大家今天都结婚，可能是今天都结婚。谢谢送来的圣诞票。对，我以后就在厨房直播了。10000红心了，休息。手速属实可以。谢船长送来的啤酒。你打呀吧，我美女。我想换一个小姐姐。我这是9500多，差不多少，歇着吧，歇着。哎，我就不用说。说话指定挂我。我连个麦的挂什么？怎么玩？你好。嗯。你怎么玩啊？我们就蹲起可以吗？对呀。30吧，我第一局。30。嗯，行，来吧。好，来吧。谢谢船长。兄弟们，今天第一局 PK， 咱们大家有票的一起上一上分好吗？倒计时刻，我这个是跳肚皮舞的吧？这个
这肚子怎么荤油都要甩出来，这是跳肚皮舞的吧？感谢宇航员。倒计时刻，大家有票的一起上上分好吗，哥哥们？谢谢小七。感谢我船长送来的玫瑰花，谢谢船长，谢谢欧巴。各方面比都不可能输啊，主要是PK 比的不是主播，是比的是大哥，他不是比主播，他是比大哥。咱们家兄弟们有票的帮梦梦一起上一上好吗？今天第一局，把你的发给我，换个号来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不用说了，一会儿谁上了给我们刷700块钱，谁就是你，谁就是我欧巴，啥也不用说了，你给我看着点儿，一会儿谁上来刷700块钱，谁就是我欧巴。大哥眼睛又不瞎吗？那可不一定呢。去找奶粉钱了，拜拜。关键时刻离开我，真是的你，你行不行啊？关键时刻你走啦，感谢猴哥。还有最后30秒，我们大家一起守个塔好吗？能不能帮我打一局？哇，高低赢他，我今天砸锅卖铁我都想赢他，一起上一上。别让对面偷塔了，谢阿青，感谢我船长。谢谢欢迎使用，谢谢大家。换号刷算不算？算呢，好多了。我刚才跟孙子们都说了，我说谁上来给我刷700块，谁就是我欧巴。这个怎么呢？
点儿，是700块钱就行。感谢我快点使用。谢谢我欧巴。这得开多少个红包呀？俩呀、啊，现在红包门槛高了是吧？现在红包门槛高了。原来这个就是欧巴的另一个号，我觉得我之前好像见过他呢。似曾相识的。主播多少斤？我多少斤呢？我多少斤来着？我100多斤。我今天早上起来量体重是58。大姨妈都走2天了，还没瘦下去呢。你看，老朋友们都知道。这点事儿老朋友们都知道了。小号好，认识的熟人少。那到底哪个是小号？这个呀？哎，我这晴天了，上来热劲儿了。设自由自在，不过百了没有我58呢。我最近有点胖了，我不胖的话，我就55、56的，有时候57。最近胖了58。但是我觉得我不说的话，大家可能看不出来。我不说，大家也看不出来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欠，我老说。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欠，我老自己说。我胖了这点事儿都知道了。我能请假去个卫生间吗？咱们说。灌了一肚子水，
我俩配合真的都不用彩排啊，就是配合的嘎嘎好，我俩演出的话不用彩排，是老毕。洗了，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？肯定洗了呀。错过了一个亿，是错过了一个亿，洗不洗谁知道？哎，说洗不洗跟你有啥关系？是不是洗不洗跟你有啥关系？我上我的厕所用我的手，啊，洗与不洗那都是我的手。谢谢我爸送给我的顺电票，感觉都不止一个亿。妈的，上个厕所这么值钱吗？那我再去一趟吧。什么才艺？哥哥，你没听过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吗？我屁股能再翘一点就好了。妈的，这练臀太难了，真的。
屁股能再翘一点就好了。面团实在是太难了，我吃不了那个苦呀，给我酸的，我的天哪！我前天去练的腿吧，我练完了腿，我小腿现在还酸呢。啊，一练臀的时候全部都痛苦面具。这下肯定一万了，谢谢我的欧巴，辛苦了。哎，这么好的欧巴上哪儿找去？还给我点一万红心，还加我，还给我上700块钱。加微信的事儿就别说了，省得大家羡慕，还怕有人嫉妒。感谢刘先生，谢刘先生送来的礼物。缺个按摩，直接说缺个你得了呗。感谢送来的小花花，谢送来的礼物。分期也适合你。来吧，谢谢送来的礼物。说我电脑里没有什么好听的歌呢，你们想听什么呀？啊，你们想听什么呀？我爸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吗？谢谢有梦有朋友。我没看着，我离屏幕太远了，我没看着，再说一遍。我累了，我播累了，不想说话。你再说一遍，我爸。你刚说了，我可能没看到。你看你喜欢吗？啊，你说，你不是又说了，我又没看到吧？被屏蔽了。免费的盛典票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哥哥。免费的盛典票没用。行，我找一下啊。哎，我感觉好像谁点过这个歌呢。就是那个 DJ 沈念版的是吗？700除以30等于多少？除不了30了。有人连我。喂，真烦。Hello。你们好。依旧，你还有人吗？你要不要拉一个？我零关注，我没玩过这个。没事，带你玩，带你早上好。你们拉吧，我拉不着了，姐妹们呀、啊，我拉一个，我姐妹呀、啊，你们拉吧，我没有好友。好嘞，看迪克哥哥，我看看我有没有。等会儿我拉一个。虽然我的人很多吧，欢迎男的。我人品，哎，我拉那个谁，拉那个帅哥过来，等一下，哦，等拉进来了。老幺，那拉男的不早上好？不，他就叫帅哥，他不是男的，他是女的。
yes 啊，是吧？我要打你，做两个是吧 ？yes 三吧。嗯，好，没事，有你东哥在没意外。要三你东哥，知道吧？我不会吧？你都能多讲一下吗？我也不会。三，哎，点不上。我嗓子好干呀，梅梅，上火了。嗯，我也是。电褥子没法说。我昨天晚上睡睡的时候没开电热毯。20小时都是开着的，我防止我上床，床是热毯。没事，阿姨再玩个当个鼠吧。哎，真。我都不知道怎么玩，我没玩过这个，真是的。我本来想让他们教我一下，没有人理我，太他妈可怜了。啊、哦！我刚才，又没了。我刚才想说呢，是一个层次的，就是层次不层次不说，哥，我属实我是不会玩这个，就是什么四宫格、九宫格、几宫格的，就我不会玩，没玩过，一次都没玩过，第一次。我平常也就两个人打打 PK， 完我他妈还老输，一下整出来这老些人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个玩法。完了，我感觉咱家应该人最多，然后我还哐哐吊人，他们人多都不一定有人帮我，还哐哐吊人，还不告诉我咋玩的，那我还咋玩啊？我输了，我他妈让人给我揍的像狗似的，那我还咋玩啊？别玩了。粉丝这么高，一般般，小拉拉一个，没有大哥，我就小拉拉一个。其实粉丝啥的多少无所谓，主要是你有没有好哥哥啊？你真正打 PK 有事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能挺身而出为了你？对吧？你说我多少粉丝，就这个数量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粉丝这东西也可以造假。好多人他可能去刷一些粉丝，刷很多粉丝。嗯，就是主要就是看你开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哥哥心疼你，有没有哥哥保护你，嗯，就是想为了你挺身而出，我不能让他受欺负，对不对？还是看有没有人支持你的。以后支持我，就现在吗，哥？快乐哥，就现在呗。我等不了以后。粉丝团跳个舞，我要是会跳舞的话，估计我得老多大哥了。嗯，就冲我这个长相，我这身材啥的，是不是？我要是会跳舞的话，我应该得老多大哥了。嗯，到时候再把屁股练得翘一翘。我要会跳个舞，得老多大哥了。主要咱不会呀。主要咱不会呀，哥哥还非得喜欢看跳舞，真的是。我
我跟大哥无缘。跟大哥无缘。不会就学。为什么不会？就是因为不想学。人要是想学的话，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。承认吗？你真心特别想做一件事，你特别想学，你特别想学什么的话，只要你想，就没有你不会的。为什么说不会？就是因为不想呀。健身吗？有。我去年的话一年都在健身房，然后今年就更多的是练瑜伽了。谢快乐一生，感谢大哥送来的啤酒。其实全网主播吧有很多啊。有的人他可能就是长得好看，身材也好，但是他不会跳舞。然后有很多小妹妹，她可能，就是长相不是特别突出，但是人家舞跳的非常牛。其实喜欢什么样的哥哥也都有。如果说咱们就是特别想看跳舞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其他主播。要是觉得喜欢梦梦这款的话，然后咱们就再回来看看我，好吗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各位。健身练肌肉，瑜伽练身。健身我也没有太练力量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肌肉。你要是想练肌肉的话，那你得练那个力量，就是去练那些器械。我之前健身就是跑跑步，然后骑骑单车什么的。白城哪家健身房好？我觉得还是大润发或者是欧亚好一点，个人比较推荐欧亚。其实白城就没有那种就特别好的健身房。就只能说大润发和欧亚那边健身房凑合，还可以，还能用。谢谢船长。送来的礼物，谢谢
不是白山，白城是白城，白山是白山，哥哥。越看越好看。哎，西西哥，你现在来了，怎么都不给我刷群里进门了？我记得群里进门是你的标志性礼物呀。一看到群里进门就知道是我西西哥刷的。一年多少啊？白城建房便宜，一年有1000块钱可劲使，几百块钱，一年就600-700吧，好像。白城离二龙湖远吗？有点儿，二龙湖在四平嘛，二龙湖在四平，有一点远。有累的大腿，对，我觉得一般练瑜伽人，一般瑜伽人其实他都是很有力量的。我就是上身力量薄弱，就是手臂没什么力量，但是我腿特别有劲儿。所以谁也别惹我，搁我直播间谁也别惹我，惹我容易踢你。一个大高边腿，真的我都能给你踢没了。我是练高边腿的啊。练高边腿的，一个大高边腿给你踢没了，胯会给你踢掉它。我这腿不是白长的，别看我腿粗，不是白长的，粗是粗，但不白长，知道吧？我是粗，但是我不白长。那戏没有我有劲儿，我腿粗我有劲儿啊。器械全部还可以。那个欧亚那边都可以，器械。有什么心愿？心愿就是能够刷千元榜哥，一个特别好实现的愿望就是能够刷千元榜，不要万元榜，也不要十万榜，就千元榜就行。谢谢风雪夜归人，小鸡儿给踢没了，还长小鸡儿了呢。小鸡小鸭的，不用他，我爸学跆拳道的呀，那你啥带呀？啊，我爸，你学跆拳道啥带呀？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高中女同学，她就是学跆拳道的，然后吧，我就觉得她打仗特别厉害，但其实一般。那么学跆拳道那点玩意儿打仗的时候不一定能用上，拳打脚踢的。那女生一打仗呱呱彻了爸薅头发。真的，女生一打仗就薅头发彻嘴巴子扇嘴巴子。她学跆拳道拳打脚踢的，有的时候打仗用不上，多余了。所以我感觉你们学跆拳道的话，男生用可以啊，男生打仗也许能用得上，女的一般用不上。你们要一踢他，你容易给踢没了。
最好曾下一秒。很顺其自然是送来的礼物。大哥送来的啤酒，感谢顺其自然。谢谢我的好哥哥们送来的礼物，感谢大家。好想看到你嘴角微笑，这是红瓶，刷啥加微？700块，刷啥都行，刷700块钱就行。谢谢我星星哥哥送来的喜欢我，好事成双，能再亲一口吗？哥哥，好事成双，能再亲我一口吗？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。你看我西西哥不亲你们亲也行啊，够亮着了。够亮着了，没人亲我了，白等了。谢谢大哥的涂鸦。感谢风雪夜归人。谢谢我风雪哥。这是一台完美。谢谢我星星哥哥。谢谢大哥送来的喜欢我。和谐不打架，这边跟你打过架没？我感觉你们男的就小的时候应该都打过架，我小时候还打架呢。我觉得你们男的应该都打过架，我小时候也打架，小时候打架还厉害，打群架。麒麟离赵远是离哪？离赵哪个地方叫赵王？我能打过谁呀？吓着我了！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班男同学都让我揍哭了。你打击的我都抄凳子，真的，我班的椅子都让我抡碎了，知道吧？就咱上学的时候，不都那种小木头的椅子吗？啊，木头的方方正正的小椅子，椅子都让我抡碎了。男同学让我打嗷嗷哭，上学打吗？松远呀，松远不远。
松远不远？太猛了！你是班主任吧？我还是教导主任呢。然后班主任也不惯他，班主任他妈也揍他。你正他妈上课呢，我跟老师干起来了，全学校全部停课去听我俩怎么干仗。因为哪儿哪儿的夏天，就是我们那个教室是在四楼，我们教室在四楼，然后夏天每个班级都开窗户，我跟老师俩干起来，完了全学校都能听见，后来都不上课了，就能听我跟老师俩干仗。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挺猖狂的，因为校长是我舅，因为我舅是校长，所以我跟老师干仗也他妈不能咋地的，道歉就完事儿了。主播有一米九，净身高172。完了，被开除了。那我跟我老舅一起被开除了，学校还黄了呢。我老舅要开除，那学校就黄了。我老舅是校长，他要开除的话，学校不就黄了吗？那私立学校。上完腰，腰属实。属实是有点细，可能是因为腿太粗了，然后显得腰比较细。可能是因为腿太粗了，所以就比较显得腰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？哇，没事，腿粗就承认吧。一尺八，话说三万八的貂不如一尺八的腰啊。我今年多大？28。这瑜伽裤子像秋裤，这瑜伽裤就是线太多了，咱线太多了。杂线太多了，不过这颜色还是挺好看的，这颜色还是挺好看的。这腰部这个杂线有点多，它能少一点它就完美了。就像我似的，我腿能再细一点我就完美了。快手用户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啊！哥，上午好呀，欢迎早到飘香，感谢我平哥送来的礼物。身材真好，谢谢夸奖。晚上几点播？我晚上不直播，坐会儿呗，站俩小时了。啊，战神，昨天站了几个小时，昨天站到12点多才下播。昨天站了12点多，大哥来看
看我太心疼我了，完了光光给我任务过了，我吓多了。欢迎我清风哥。今天也得站到完成任务呀，今天也得站到完成任务呀。几个运几个亿能娶我，那得分谁娶我了。改风格了没有哥？没有没有，就最近就是过来厨房播。什么任务？直播任务。现在也没差多少了，还差500多块钱。现在也没差多少，还差500多。大家有票的话就可以帮我凑一凑吗？先做榜一，再谈婚论嫁。恐怕今天这个榜一有点低吧。晚上不播，有家庭孩子了。嗯，那是晚上我跟我老公俩睡觉，啥也不用说了哥，晚上我得跟我老公睡觉，行吗哥？那咋了，晚上我跟我老公睡觉还让我直播呀？净整一些没有用的，我说了我晚上不播，晚上不播就是有家庭有孩子的，你说有就有呗。满足你。这是意境，刚送来的。说那个没长牙，怎么玩？我俩就带个大猩猩嘛。可以。用热水搓搓脚，按摩一下脚。喜欢我们美女，先加个粉丝团。听我清风哥的没错，清风哥说的对，听我清风哥哥的没错。兄弟们，我今天第二局 PK， 咱们大家有票的话众筹一下好吗？暴击时刻一起上上分。什么没错？我说给我刷礼物没错，哥，你多刷点儿。感谢有梦有朋友，谢谢我清风哥哥啊！你这礼物叫什么呀？为你举大旗呀！感谢清风哥送来的为你举大旗，谢谢我志明哥送来的比心，感谢我的好哥哥们，谢谢大家。
玩不起跑了。天的，管人家美女生没生小孩了，有本事你们也生一个。我介绍一下我本人吧，好吗？我看大家都说我生孩子了，那我介绍一下我本人吧。我今年28岁，生了三个孩子。我们家老大在清华，老二上高中，是我们这里一中。一中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高中了，然后老三的话比较小，老三在楼下幼儿园，好吗？我今年28岁，生过三个孩子，老大在上清华，老二在上高中，然后老三上幼儿园。为什么特别讲一下我们家老二在一中呢？就是说明以后我们家老二就是考北大的，我准备一个清华一个北大，让他俩成为我的骄傲啊。所以你也不用嫌弃我有孩子，我有孩子怎么了？我有孩子怎么了？我有孩子我骄傲啊。好了，介绍完毕。就是你不用管我这三个孩子怎么来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老公啊。如果有人要是喜欢就买一赠三的话，咱们可以努努力好吗？我直播间有哥哥就是喜欢那种买一赠三的感觉，咱们就可以努努力了。赶送来的灯牌儿，谢谢我清风哥哥送来的盛典票，再次感谢我清风哥，谢谢我致命哥，谢谢我榜上所有好哥哥们。买一赠三太划算了，就你话多，就你话多，你多刷点儿。看送来的啤酒，美女，我没送礼物，嫌弃不？不嫌弃。就是送礼物也好，不送礼物也好，我觉得首先来到我直播间的哥哥们都是来支持我的，所以我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人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人是进来黑我的，这种人吧，就是你开心就好，我无视你 OK。礼物多少呢？可能是就是，情到深处自然刷，对不对？感情可能还没到位，处到位了，喜欢你的哥哥自然就给你刷礼物了。就是，还差一点感觉的话，你跟他要他也不会给你的。所以我这个人从来不跟大家要礼物，就是萍水相逢。如果有人能给我刷礼物，那么我衷心的感谢你。不刷礼物的哥哥，我们可以点点红心，然后咱们也可以有空的话聊一聊天儿。不黑你，人气怎么能上去？怎么能火起来？对吧？就是我做不到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，所以呢，黑不黑、火不火的这个无所谓。有人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不搭理他就完了，无视就可以了。我感觉一个主播，你要分清什么是主次，
就是支持你的人是对你来说很重要很主要的人，然后呢这黑你的人是可有可无的。对吧，咱们分清谁是主要的人，然后不主要的人咱不理他就完了。感谢无所谓，谢谢奇幻世界，谢谢我爸送来的礼物。感谢大家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。对，我是东北的，吉林白城。非常对，我们就跟主要的人聊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不重要的人不搭理他不就完了吗？有的主播吧，他是哎有个黑粉就不行了，越有黑粉黑他，他越跟黑粉一样的。刷礼物支持你的哥哥，你好好感谢他就完了，黑粉愿意说什么说什么。好了，这补光灯可以用了，差点把我手机给我拽倒了。感谢少年的我，感谢送来的涂鸦。你也是北方的呀？回来了，忙完了，悟空哥。又看不到，还要拉上去，万一看到了呢？就拉。看到了呢，真的是。感谢送的涂鸦，你也是黑粉，别踢你哈。什么粉无所谓，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做事有度就可以了。就是你黑我，你黑我也要有一个度。如果你无止境的没完没了的黑我，很过分的黑我，啥粉也不行，没得说。感谢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像这种直播风格可以呀、哎，就这东西怎么说呢，是好是坏的，人生可能就这样吧，大起大落的。我觉得玩这个网络的人可能都没有什么安全感，就你今天可能十万加人气啊，你可能一夜之间你这号疯了，连直播都开不了了。玩网络可能就这样。
谢鲨鱼，感谢送来的你最美。谢谢鲨鱼哥哥送来的盛展票。谢谢黑白。我。是啊，盛展票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呀。嗯，我们怎么玩？都行啊，你都怎么玩？那就30吨起可以吗？还有别的吗？那你说。开和跳吧，30行吗？嗯，我这个号跳不了，你要是想看的话，咱俩都得分号。八跳吧。嗯，行，可以。嗯。多少呀？50呗。好。咋整呢？他跟我重连了，没连上，我好像点错了。他重连我，我好像给拒绝了，然后就没了。停下，你好，换一个。怎么玩的呢？你好，怎么玩？我们30吨起吧。行，好，闭麦了。嗯。换。这也可以。咱们暴君时刻，大家有票的一起上一上，好吗？吃饭了，今天晚了半个小时呀。谢谢送来的涂鸦。谢谢我致命哥的盛典票。感谢悟空哥送来的鼓励全开。命哥哥，你去吃饭吧，哥，多吃点。好的，拜拜。吃饱了再看。谢谢滚吧，感谢滚吧送来的盛典票，谢谢西北涛哥，感谢涛哥，谢谢。情况
谢谢石头哥送来的盛典票。有一点长。如果你感到寂寞，我代替你热闹。是风水哥的涂鸦。为你揉一揉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我只看你就够了，那你就只看我，你不看他，那你就只看我。你看不到，如果我也不开心，怕你转身就逃。爱上一个人，一定要让他相信，这世界那么美好。都说还好，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。其实你爱我像谁，爱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相信，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你，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谢谢我悟空哥哥，走了，拜拜。哥，集结号。其实你爱我相信，没什么角色我都背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。感谢我清风哥，谢谢流浪人，谢谢送来的人气卡，谢我清风哥啊。今天可以收工早了。任务还差400多。任务还差400多。清风哥能跟悟空哥哥一起帮我凑凑吧。清风哥能跟悟空哥帮我凑一凑吗？大家有散票的话，咱们就是刷点那个盛典票，一起凑一凑好吗？还差400多。我欧巴，寂寞的夜里
夹裤，我今天没有穿露露那个牌子的。但是露露那个牌子瑜伽裤属实是舒服。今天没有穿露露的。我没有一米八，我就是高一七二，谢风雪哥。谢谢大家送来的盛典票。感谢悟空哥送来的你最美，谢谢用户。一般露露牌子瑜伽裤，它在就腰这儿，在这儿有一个那个露露的表。啊，今天没有穿露露的。但是我好多瑜伽裤都是露露的，露露牌子瑜伽裤属实舒服，就反正比别的裤子穿起来效果好。我不是瑜伽老师。我练瑜伽，我去给你们拿我瑜伽裤子，看看瑜伽裤吧。啊，这么多，这抱着都有点沉。有的是洗过的，然后没拿全。有的是我今天早上刚洗过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不太常穿的放到柜子里了。找一下灰色的，因为我今天穿的就是灰色的嘛。其实它灰色分好多种，分好多个灰。就这个也是灰色。然后这个也是灰色，我身上穿的也是灰色，然后这个也是灰色，就是灰色就分很多种，这都是灰。他带货呀，可以有，我不是卖衣服的，就是给大家看看我瑜伽裤子。希望大家每天都来看看我直播，我每天穿一个颜色好吗？明天弄个白色，白色在这儿的。这儿的白色。这个白色的和我身上穿的它俩是一个牌子的。嗯，它俩是一样的，就是颜色不一样。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米色啊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颜色。这个这两个奶咖，这两个颜色看起来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但是实物还是细看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这两个颜色就是
嗯，不细看的话看起来差不多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上车了，上车都卖了吧，卖了我再买新的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蛮像大货主播，嗯，这样子摆后边，直播的时候给摆着。摆这儿，完了完了，谁一问上车一卖，可以换一个，换一个白色，可以，我每天会穿一个颜色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每天都来看看我直播。嗯，你有这个耐性的话，你可以每天都来看看我直播，但是你要要求我现场现在就给你换一个的话，对不起，换不了。看上哪条一个穿云箭，穿云箭真不够，穿云箭还真不够我买一条裤子的。谢谢送来的礼物。是少一条龙，所以这瑜伽裤有点贵，还别卖了。这瑜伽裤子有点贵，还是别卖了。粉丝团可以提要求，我清风哥先提一个，啥也别说，清风哥先提一个。哎，我发现风雪哥真有正事儿，真想着帮我过任务呀，一直给我刷小礼物，谢谢风雪哥。对，我们看热闹的同时，有票的哥哥。咱们就是刷一刷剩点票好吗？嗯，帮梦梦过过任务，大家一起凑一凑，人多力量大嘛。嗯，穿什么都好看，我信你的哥。感谢我悟空哥送来的福利全开。还差多少开红包啊？我妈又下来干啥来了？不给你们看。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，然后也是我妈从我后面路过，然后因为我妈是短头发嘛，然后就有人说我妈是男的。我房间转一圈让你们看看为什么，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直播就是我直播，就是我的家呀或者我的家人啥这些跟就是跟我直播无关，我直播就是我直播，你不要我直播你又要看我妈又要看我爹的，我爹我妈不该你的。我身高170，身高净身高172。感谢雪狼哥送来的礼物。家又升了一级。话说我悟空哥这等级都是给我升的呀。
都是在我直播间生的呀。山哥你在吗？山哥有一米七二。嗯，我还是上高中的时候量身高呢，一七二。山哥哥点亮的意思就是在。山哥，我们任务还差400块，能帮我凑一凑吗？一会儿大家都去吃午饭了，我们现在有票的话就一起凑一凑好吗？在我这升级他相中我了，说废话呢，不相中我能看我直播吗？嗯，看我直播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挺喜欢我的。这个社会你不用在我直播间一直扣这些没有用的字儿。你刚说话我就没搭理你，你也不是我大哥，你也没给我刷过一分钱，你没有什么权利在我直播间说一些跟我不挨边的事儿。你喜欢看的你就留下来看一会儿，不喜欢看可以退出去，你别逼我踢你，出去不送。我粉丝都看不惯你了，你说主播能喜欢你吗？谢谢萌萌，感谢快手用户，谢我奔驰哥哥。谁连我呀？两个人一起连我，玩的是多人的吧？多人我不会玩。太瘦了，还好。我是那种看起来有点瘦干不起来还有肉的人。你就是山哥的比心。谢谢山哥。山哥迟迟没刷礼物，可能是等着我打 PK 呢吧。不打了吧哥。我不打了，咱们就大家一起凑一凑吧。谢谢我悟空哥的188，感觉好好的。不打怎么坑大哥？无语，感谢顾。我今天就不打 PK 我也能过任务信吗？啊，我不用打 PK 我也能过任务信吗？
出什么征出征啊？你叫唤比谁都欢，然后一打 PK 你一分不上，我看你才是想要坑大哥呢。大哥自己愿意刷不算坑。我就是觉得今天咱们家人还挺齐的，大家有票的话就一起众筹一下。送来的啤酒还能站多久？任务完不成的话我能一直站着。昨天播到了12点多，然后后来奇遇哥来了，看我没完成任务然后帮我过了我才下。谢谢江流感谢送来的礼物。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比较有毅力的人，就只要我心中有这个信念，我想要去做的事儿的话我就能坚持住。就我要是想过任务，我要是想把它给播完了我再下播，就我多累我都能在这站着，只要我站不死我就能一直站。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让我少站一会儿吧。谢我悟空哥。咱们应该没差多少，200块钱左右吧。驼背，我这背挺直的。驼什么背？是哥送来的喜欢你。再看一下呗，可以哥，你也刷一个喜欢你。谢宋楠的送点票，感谢林哥。今天播一天估计能赚你一个月的工资。嗯，好，你去忙吧，朦胧，拜拜。谢宋楠的礼物，还差100多块钱，我们大家有票的一起征收一下好吗？谢谢。感谢我风水哥，谢老大爷。这是我清风哥的烟花，我身高多少？172，真身高172，咱小麦。我说我量一下我们家这冰箱，就你跟我们家冰箱比一下，你就知道我不是矮个子的人。矮个的人站在冰箱这儿不会有冰箱高。
谢我风雪哥。主播看不得，太傲了，不看就出去。我有的时候看你们聊天，我觉得可逗了。有的时候看你们聊天，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好玩，尤其是有人维护我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我真有铁粉，真有人向着我。我不是支持我粉丝们就是打架，但是呢，我就特别享受，就是有人说我的时候，然后咱们家铁粉向着我。我就特别享受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，可好了。希望有大哥守护我，谢谢。希望你能成为大哥，希望有一天你能成为大哥。感谢黎青，先送来了礼物，谢夸奖。刷礼物也是对我一种保护，那当然了。那还用说，尤其是在我打 PK 的时候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谁也不行，谁也不能欺负我主播，这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欺负他，就拼尽全力保护他。这样的主播谁会守护你？没什么人守护我哥，你可以点开我的守护榜看一下有多少位守护，是没有多少人。感谢我悟空哥，谢谢我们家榜上的每一个好哥哥，感谢老张，欢迎加入粉丝团。就是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，总之就是给我刷礼物的每一个人，在我直播间能够支持我的人，谢谢你们。没有支持我的人，我什么都不是，就是因为有人支持我，所以我才变得更好。衷心的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人，然后还有诋毁我的人也是无所谓。谢谢你的诋毁，我会因为你的诋毁变得更好。因为看我直播的，我觉得小哥哥多一点，应该都是男生。就是男生是因为得不到，然后才会去诋毁。你越诋毁我，我就会变得越好。我变得越好，你就越得不到我。咱俩是无限死循环的关系。咱俩是无限死循环的关系，这种人我永远不会跟你有交集。关注我了，谢谢。就是一个正常人，别人跟你无怨无仇的，我不相信你就会去诋毁他，你就会去说他的不好。我跟你无怨无仇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上来就诋毁我，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，对不对？心里可能有点扭曲，所以我不用跟你一样的。我把我自己的良心放正了，把我自己的心放正了，我对得起每一个人，我不去坑谁，不去骗谁，
啊，就我好好做我的直播，我光明正大赚我的钱就可以了。至于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，但是说来说去还是感谢，我榜上的每一个哥哥对我的支持，谢我们家每一个人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是说酸的，说的对哥。我把我们家兔都掏出来，我一会儿还得去把它一条一条挂上。你们喜欢哪个色？明天穿什么颜色？你们喜欢哪个颜色？明天我穿哪一条？你们定一下。啊？有没有你们喜欢的颜色？明天穿哪一个？这粉色。这个是浅蓝色，然后你像这个也是粉色，绿色，这个是咖色，然后这个是水蜜桃的那个粉，蜜桃粉，这是属于一种那个紫色，然后这个是深咖，这个是树叶黄，黑色。然后蓝，这个是那种深蓝，这是灰色，这个也是灰色，炭灰，这个叫，这个也是一条灰色。然后这是白色，这是奶咖，这也是奶咖。你们喜欢哪个色？明天穿哪个？什么都喜欢，就我穿就行吧。谢谢我风雪哥。咱们任务没差多少了，一会儿关播之前，悟空哥哥应该会亲我两口，然后就够了。再次感谢我榜上每一个好哥哥，这么喜欢穿瑜伽裤，主要是我练瑜伽，所以我必须得穿。谢谢我小哲哥哥送来的娶我进门，感谢我小哲哥。裤子不卖，是我平常上那个瑜伽课练瑜伽穿的，这裤子不卖。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感谢我风雪哥。我早上8点开直播，然后到现在11点多，已经3个多小时了。已经3个多小时了，感谢我每一个家人对我的陪伴，然后也谢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。谢谢悟空哥支持，帮我完成那个最后的任务，谢谢哈，谢谢大家，谢我小哲哥，然后也感谢风雪哥，谢谢我清风哥，谢我榜上每一个好哥哥。如果下午有空的话，我们下午就开一会儿，然后娱乐一下，没空的话我下午就不开了哈。你晓得
然后中午这个时间大家可能都快吃午饭了，然后这场直播就到这儿吧，好吗？谢谢我清风哥。大概几点开？你说我下午呀？我不知道，两点多。就在一转眼，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了。拜拜，嗯。再像从前，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。那就这样了，那我就关了哈。辛苦了，家人们。好了，亲，拜拜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关了，拜拜。